天哦，要来维修这个门板的后凹溜，一算关起来哦，关尾巴，看，哦，关尾巴哦。到我检查是一点关的凹溜断一块。尽管这个东西啊，会较迄个好个，所以咱今仔日啊，这个换掉，哦，啊，咱要拔起来吼，就是这两支螺丝，搁这四支，这两支拔，搁这四支拔起来，就当换起来，哦，现在我就拆起来。更换时候最。就是门把它拆起来，一上面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把它松掉，哦，它是固定在这一颗，把它松掉，门就可以拆下来。门拆下来啊，哦，这个拆下来比较好安装，哦，因为门装在上面很难拆，所以门先卸下来。这个门板。啊，无啦，这个门锁你看，莲花花，啊，无阻力，莲花花，啊，这新呢，我呢，伊这有阻力，用锈的锈袂行，所以门吼、哦、带回弹，所以这规个模组都没有啦。本来我是想讲这个模组。不用拆，因为他两个结构不一样，虽然是后溜可能稍微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他的车也要做任务、哦、这是原来拆软、哦啊、这个新的你看稍微不一样，他这个头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车也是做任务，我们就把它设起来，有四个这种的螺丝就叫完这些设计的，现在已经更换好了，你看，它就会自动关了。嗯，有阻力，哦，好，就是这样，结束。